Harley Quinn 是我很喜欢的动漫角色，这次给大家分享的就是他在电影 Suicide Squad 自杀小队里面的仿妆。万圣节快到了，希望能给大家带来一点灵感。首先用一个纯白色的粉底上底妆，我用的是 Crayola 的粉条色号00，用海绵蛋推开，多叠加几层，直到看不见皮肤本身的颜色为止。因为我后面呢要戴假发，所以一开始把头发全部都绑起来了，看起来挺丑的，大家不要在意。露出来的皮肤呢都涂上粉底，就是说从你脖子到肩膀的这一块，然后还有耳朵等等。因为粉底涂得挺厚了，所以基本不需要怎么遮瑕，除非你有很大的瑕疵，那么可以在上粉底之前先遮好。用 NARS 的眼部打底涂满上下眼皮，因为 Harley 的眉毛比较细也有一点挑，所以我先用粉底遮盖一下本身的眉毛，用一支黑灰色的眉笔画眉毛，画得细一点挑一点，但是也不要太过了。接着眼妆部分，用一个红色的眼影涂满右边，也就是视频里看起来是左边的眼窝。我这里用的是 Stila 这个眼影里面的红色，多涂几层让颜色更饱和。不用管到底晕染的怎么样，要的就是一种乱糟糟的感觉。下眼线的位置也全部画上，然后从眼尾往下颌骨的位置拉出去，角度要稍微侧过去一点，不然后面的爱心就没有地方画了。也可以借助手指涂抹让颜色更饱和。另一边呢，用同样的方法画上蓝色眼影，因为我蓝色眼影实在不多，所以这里用的是 Urban Decay 15周年的眼影盘中间下面的两个颜色。之后呢，用黑色的眼影叠加在双眼皮褶以及下眼线的位置，多叠加几次，同样不需要画得很完美。这里我感觉之前的颜色有一点被盖住了，所以再往上叠一次蓝色和红色。画上黑色的内外眼线，不用画很粗，也不用拉很长，下内眼线也画上。夹好睫毛，刷好睫毛膏，你也可以根据自己的喜好戴假睫毛。这里我感觉颜色还不够浓，所以又加了一遍这个灰黑色。之后整理一下底妆，我这里再用黑色眼影加重了一下眉毛。用黑色眼线笔在眼下颧骨的位置画一颗小爱心，注意要把笔削尖一点，我这里没有削，所以画的形状不是特别的完美。在下颌骨的位置写上 Rotten R-O-T-T-E-N 这六个字母，是有一点哥特的字体，自己写其实蛮难的，而且要拿捏好大小，不要写太大。我试了好几次都快写到下巴了，所以最好能让朋友帮你写。后面的部分没有拍进去，
用散粉叠加在写好的字和爱心上面，让他们有一种纹身的感觉。这里我又看了一下电影那个预告的照片，发现哈利这个眼影的侧面其实蛮宽的，所以我又加了一点。涂上一个红色哑光的唇膏，我用的是 MAC Russian Red。 其实 Harley 在预告片里的造型算是有两个版本吧，一个是比较干净的，另外一个是打斗完脸上很脏的一个版本。我这个其实算是干净的版本吧。戴上假发最后就差不多完成了。这个假发是淘宝上买的，质量很一般，看起来特别假。我这段视频里面加滤镜稍微会好一点，不建议大家买。如果大家想尝试，其实把自己的头发扎两个马尾，然后再把马尾卷一下，用一些一次性的染发产品把发尾染一下，我觉得也是可以的。那今天的分享到这里就结束啦，谢谢观看，我们下次再见。